了社长以外，其他干部是谁吗？没有。那副社是谁？我们都只有社长。你们就社长而已。就每间学校社长这样，然后负责所有事情。负责所有事情，谁选当社长？靠背哦。然后你们选他这样。干你娘！然后这个还一样，总结实力是选干，就是干部是看实力，不是看会不会做事这样。哦，好屌啊！干你娘！大家确实这样。哎，我们是应该直接开始。可以啊，我好了。需要 Q 你吗？还是你要喊？你们自己来就好了。OK， 对。